快都获得了无数个奖项。那我们想问一下您，您写作之路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成功之道，只有一个字，就写，不断的写。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遭遇很多挫折，刚开始遭遇的挫折是来自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写作的挫折很多，因为刚刚走上这条道路肯定还是需要不断的探索摸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会不断的遭遇退稿，要想发表或者出版自己的作品不是那么容易。那么慢慢的呢，等到能够出版和发表作品以后呢，另一个挫折会伴随一个作家终身，就是他不断的要探索下去。那我们城大有许多您的粉丝，您的到来让我们都非常的开心，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对我们城大的同学们说呢？我很羡慕你们能在那么好的环境里边学习，努力学习，因为你们现在就是努力学习的时候，不管是有一些可能你们觉得哦，可能是现在认为是有用的，有一些你们可能现在认为是无用的，但是往往到了将来你们走上社会以后，可能发现你们是在学校里边学到的你们认为是无用的东西反而更有用。那